而家咧就啱唔啱十二点正咧，咁咧就喺旺角咧就好旺啦，好多人欢呼啦，啊啲车咧就响晒安，啊嗱而家咧车响晒安啦，咁唔知啊听唔听到啦，啊啊好多车喺度响安啦，咁我哋咧继续向前行啦，大家拖住我嘅，啊 Happy New Year， 啊 Happy New Year， 大光华，啊而家搭正十二点啊。新年快乐、啊、Happy New Year， 这个是谁来的看看先，哇这个人啊讲一影他就不讲啊，好啊，咁啊又影大到啊，现在呢大家听到呢就好嘈的声啊，因为新年快乐啊，啱唔啱十二点正开始啊，哇现在啲人开始捣乱啊，好混乱啊，好混乱啊，其实那些车呢就不是欢呼，就是欢呼那些行人就怕他飙出马路，啊现在呢就好嘈好嘈啦，唉希望今年就胜旧年，不要那么多灾灾难难，那么多不开心啦，啊发不发达就不紧要，最紧要身体健康，我们呢现在呢就互联咁样影，啊影了好多人好多人啦，啊我们现在出到来弥敦道呢就更加灿烂啦，啲巴士啊，冚唪都響安啦，響度停咗喺度，咁咧就見到好多人好開心啦。咁我就揾個有利位置，嗱，而家呢個有利位置喺呢度，喺度。咁咧我就影下呢個旺角嘅，啊，旺角嘅鬧市啊，嗱，呢個巴士啊響緊安嘅，呢個巴士就，咁咧大家都好高興啦。啊又有啲私家车又响安，啊好多人都好高兴，而家就咁呢个2005年1月1号新春愉快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天主保佑。